买不起20万以上高端国产车的宝贝们可以看看合资车呀。奔驰 C 级虽然新款上了805的版本，但是老款现在260运动，长轴现在按揭落地27左右。20T 的宝马 X1 低配的现在215,000左右按揭落地，包括奥迪 A6 低配40，现在裸车价给你干到了286,000，但是这车不太推荐。月底之前你等等宝马525的低配，跟奥迪 A6 对比，这玩意算是常青树了，近7年不换代呀。整体一个低配的落地价跟奥迪 A6 对比的话，也就差个10,000多块钱。还有一些个二线豪华品牌，随便在懂车帝向下排行榜上就能看到，捷豹 XFL。现在优惠给你干蹦起来了，26左右按揭落地，它的底盘用料甚至要比 BBA 里边的560还要好，价格却比奔驰 C 级还要低。如果视频前你是一位年长的老登，可以看看沃尔沃的 S90 吗？除了老登适合这台车以外，家里边有小孩的也可以关注一下，毕竟沃尔沃除了安全做得好，环保做的也依然牛逼。再就是沃尔沃 XC60， 这玩意不比新款的途观强吗？途观 Pro 多贵呀，加个几万块钱就能干一个 XC60， 这么一对比，你是不是觉得满满当当？现在燃油车跌价跌的一塌糊涂，真得感谢新能源，真得感谢国产车。如果你想买20万以上的国产高端新能源的宝贝们，建议等到11月15号之后。作为车圈颜值博主，每天给你们分享的必死干货，觉得我帅，评论区扣波帅。